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、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广州市振兴粤剧基金会、广东粤剧促进会主办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的编纂项目，启动于2017年6月，全书五大卷，作答卷已于2019年11月率先出版。时隔一年，现在又隆重推出唱念卷，还有音乐卷、舞美卷、剧目卷，也将在2021年陆续出版。粤剧是广府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瑰宝，一直以来得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扶持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10月视察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时，对粤剧的保护传承寄予了殷切厚望，使广大粤剧工作者感到无比欢欣，受到巨大鼓舞。粤剧表演艺术大全编委会组织了一支力量强大的编纂队伍，怀着敬畏之心，对粤剧表演艺术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发掘整理，运用现代科技，以图文音像四合一形式，全方位、多层次、多角度地反映粤剧表演艺术的整体面貌，把粤剧近百年各种富有特色的表演形式系统地记载下来。唱念卷分6个篇章，在语音声韵篇中，通过字母拼音和音频示范，注出1700多个常用字的舞台官话读音，是粤剧行中有史以来首次对官话语音进行的研究梳理。念白形式篇、声腔结构篇和古腔名曲篇、流派唱腔篇，则以详实阐释和大量谱例，使历代粤剧前辈留下的艺术珍宝得以更好保存并惠泽后人。唱功技巧篇着重展示当代粤剧名家的演唱经验和唱功成就，同时对借鉴声乐发声训练进行了有益的探讨。唱念卷篇幅庞大，除了有1000多页的图文之外，还附有2102段音频、47段约178分钟视频，为沿袭传统粤剧提供了珍贵的学习范本和丰富的参考资料。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唱念卷成功出版，使大湾区粤剧同仁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团结合作的体现，也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、传承活态艺术遗产的一项文化壮举，更是喜迎党的百年华诞一份深情的贺礼。